近日，芒果放出了一段海豹拍摄探班的视频，视频里有小凯和赵薇拍摄海豹的过程，成片大家都看到了。那么背后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摄影师有要求两人做指定动作，比如歪头笑、扬下巴等等，这都难不倒我们的时尚男孩王俊凯，毕竟拍了那么多大片了，游刃有余的和赵薇秒变默契姐弟。在拍摄过程中，赵薇还教小凯怎样拍合照，先看这边这只眼，然后再借点视线，然后盯着小凯。而在合照过程中，摄影师居然要求小凯和赵薇要亲密一点，这可把我们的腼腆男孩王俊凯给难住了。虽然小凯照着摄影师说的和赵薇坐近了一点，可是在拍摄之前的手上动作却暴露了他的内心。视频中只见小凯的手掌张着，无所适从的乱动，最后胡乱的抓住了自己的膝盖。可能小凯和女生对视还是会紧张的吧。不过网友们都觉得小凯这样的小害羞太可爱了，暴露了自己内心的心理活动，而截图甚至解出了初恋的味道。